首先要到康熙来了，跟同期发片的其他歌手较量一下他们的歌声。然后我们邀请了10位老师来决定谁要跟谁比赛。8位歌手现在已经坐在我们的现场了，欢迎各位，你们好。欢迎八位。8位当中有一位最近跟女星结婚了，生小孩。是先生小孩还是先结婚？好像是先怀孕再结婚。这样不要报警啊！我要先报警。可以。好，恭喜吉嘉松，恭喜。我讲的那个行程表是对的吗？是先订婚，然后怀孕，然后先注册结婚。我其实我还没办喜酒这些。所以会订婚是因为怀孕了？不是，是其实算起来应该是订婚的那个时候，算的刚刚好。对，这个刚好我们在国外嘛，然后应该是那个时候怀孕。就是一订婚马上怀。对，应该是。你不确定？对，不确定。可是不是，绝对不是怀孕以后才去订婚，所以不是女方用怀孕胁迫你，不是。陈海典，你知道他女朋友他老婆是谁吗？当然，以后讲得出名字吗？这讲不出来，我们还能够站在这边吗？对不对？讲吧。OK 吗？可以讲吗？可以讲吗？是老婆可以讲。OK 啦，对啊，对，来讲啊。张蓉蓉啊。你不知道，对，这个稍微想一下，你答错了，是张艾嘉，恭喜你，张艾嘉是下一任金马奖的主席，张蓉蓉是混血吧？是不是？是，他混什么？他爸爸是法国人，法，然后妈妈是台湾人，所以一半。今天坐在一起出唱片的其他歌手，有的是很年轻的人。对，都是啊，都很年轻。这样会不会觉得不妥？就是粉丝为什么要买爸爸的专辑？对，就是我也很担心，因为就是公布订婚的消息之后，就是你什么，我都不知道 Facebook 的人会变少，他就是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真的假的？对，就是会有歌迷是会取消你，粉丝就退出了吗？然后我的微博的回应可能再也没有超过100个回应过，真的假的？然后很多歌迷是说我骗他，他说你上一张专辑说你是单身啊，然后你就说你什么写这些歌多可怜。因为我觉得可能歌手你会去宣传的时候都会讲自己可怜，因为我是创作嘛，然后都会讲这些，那可能也是稍微会有些时间差，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就是我骗他还是什么的。因为当时喜欢你是因为觉得你很可怜，他们想要保护你，可能是，没想到你根本就结婚生子。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对。所以现在其他歌手听到应该非常开心吧？听到取消他 Facebook 的人都去按他的赞。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 Facebook 会每天都会越来越少人，我以为按了赞是不能退的。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然后今天各位新出片的歌手们，你们要面对的评审是10位乐评人以及 DJ， 好，欢迎10位老师。欢迎。出片前压力很大，不知道下一张专辑有没有着落。然后大吃的是那个李维峰。因为在就是为了要发这张新专辑，然后我又再减了10公斤。因为我上一次来康熙的时候我比较瘦，大概上次减了12公斤。上次来说 S 有问你的鼻子吗？有，还有问，上次就问过了，还有问脸颊，我记得 S 姐有问。上次是怀疑你有整形，是不是？对，因为她说这跟那个好像之前长得不一样，这样。可是 S 今天看到你第二次，她还是觉得你有整。就是你鼻子这边整个形状会不会太明确了？有吗？鼻翼这边。这里耶，你过来给 S 看一下。好好好。鼻翼啊，你这样讲我有点害怕。不用，不用紧张。干嘛？他鼻子怎么了？他笑起来的时候，后面会跟随着一块小肌肉，你有没有看到？对，很罕见啊。感觉就很像是注射了肉毒杆菌，然后卡在那边。是卡在那边吗？没有啊，就我笑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你后面两个肌肉会起来。都会跟着，好像是这样子。所以这样能当偶像吗？你说因为这两块小肌肉，你有看到吗？看到，很少见。所以怎么，我应该把它弄掉还是说？所以你当时吃到多胖？我第一张剪完是66嘛，然后后来我再回去测的时候，第二张因为我就是想很多吃不小心吃过多这样，然后我再测的时候我又胖回82公斤。82很过分吗？就是它很高哎，这个数字是不行的。大轮 DJ 你几公斤？哎，怎么了？
部片为大。哦，好吧，大人出过片吧？有。为什么要拿我当标准？没有啊，所以你觉得歌手其实可以不用减肥吧？我很自然派哎。OK。可是经纪人都会骂。可是如果你访问到的歌手真的很胖，你会觉得应该要减肥吗？你说 DJ 在访问时候心里面都在想说这家伙怎么那么胖吗？不会啊，一定会有这种 DJ 的，不然就极胖啊，或者是对，不要在中间。所以歌手们去上 DJ 们的节目，都有很羡慕 DJ， 因为不用露脸，所以可以随便长怎样都行吗？我你是在讽刺今天的 DJ？ 是在接续你那个身材的事情，不是在讲外表。所以有一些 DJ 很棒，他们其实他们一边在做访问，是他们在吃东西，或者他们跟你讨论说他待会儿结束是要去哪里吃咸酥鸡啊。但宋明哥没有，宋明哥其他的这样。因为 Dennis 好像是走肌肉路线的耶。对，哦，他很壮。对，大人先请坐。黄珊刚才有不安吗？有一点。你 OK 啊？我 OK 吗？啊，公司警告你吗？会啊，会。你笑这边有没有那个肌肉啊？现在要看一下。没有，他很正常。哎，你那边已经形成一个海盗船嘞。你这么什么？你吹一口，现在就会开走，是不是？是有海盗船那个。八位当中有一位，萧煌仁先生，听说你赔钱了。对啊，就是什么店？手机充电站。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东西？就是你开了一家手机充电站吗？有一阵子那个行动电源还没有很多人使用的时候，然后就身边朋友常常说，哎，哪边可以借插一下，借充一下，然后我想说，哎呦，那我如果开一间路边的，让你可以充 iPhone 的，只能充 iPhone， 对，肯定赚翻。是移动式的车子吗？没有，就是我去租了一间小店面。你说没有电的人要赶去那个店面那边，然后把手机插进去充电。对，你就放在里面充。对，可是我弄得还蛮高级的，就是说那个。所以里面就是只有插头，插头而已，是不是？没有插头，你要投币。你投币之后，我就放电给你。放电？那便利商店也有。万一你的电是离我们没电的人很远，那还要走过去？哎，我特地开在一个很容易没电的地方。你告诉我什么叫容易没电的地方？东区啊，我开在东区的巷子里面。东区租金很贵吧？超级贵，一个月多少？我那个还不到两坪呢，一个月要你48000多。你开充电站，然后要出48000的租金。然后你充电怎么收费？你投50块啊，让你充18分钟。要赚到48000的租金，要多少人来充吗？可是我第一个月就倒电了。不用算了，因为我觉得这 idea 还可以，但是方法有点错了。我不应该去租一个店面。你应该怎么样？我应该要把那个充电柜，就是跟店家谈合作，让我寄放，这样子我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请问你店名叫什么？手机充充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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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掉你原来唱歌累积的钱是不是？有啊，因为我每一张专辑，因为我是自己写，所以都会有一笔那个版税收，对，我都会用那笔钱来做一些想法，这样。所以你现在心里没有什么新店的蓝图吧？哎，其实有个东西蛮屌的，就是讲讲看，开发手机的 APP， 真的很难哎。对，你连充电都不能搞，还是充电很难。你是工程师吗？我不是工程师，但是就是有一些想法可以找人家来做。全世界都在做这件事情的同学，你的 idea 是多屌？我听听看。我觉得应该是算是还蛮实用，也是充电的。你开发一个 APP， 然后可以充电。就两，比如说鸡鸭松的 iPhone 剩50%，我的剩18%，然后你就用蓝牙过电给我。哎呦，对。哎，这还蛮酷的，人家知道了，你这样讲出来，大家都知道了。不会啊，因为我根本想不到要怎么做这件事情，不合逻辑啊。现在工程师已经开始忙了，马上在那边，然后明天立刻推出，赔死你！天天之前有跟赵哥来过，哎，哦对，怎么会跟赵哥来？而且还合唱，是，那应该是我这辈子最紧张的一天。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在多伦多。多伦多，在机场大哭过。哦，有。我还蛮，我现在因为我一个人嘛，那个时候第一张就觉得也不知道一天到晚在紧张。可是跟你坐在一起很多都是一个人在台湾的。对啊，可是蒋卓嘉也是一个人在台湾吧？对，我是一个人在台湾。你在哪里长大？我在澳洲雪梨。
雪梨，对，你有在机场大哭吗？有啊，我在香港。你也有？有啊，我不是在台北机站，我是从雪梨飞到香港转机的时候，然后要在那边过一晚上这样子。然后我原本想说那边应该会有很多很多人陪我。啊，为什么会很多人陪你？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想要省钱出机场，然后睡在机场过一夜，等到明天早上飞机。然后我就到12点，然后灯全部暗了。然后机场对灯暗掉，可能是想要环保，不知道什么。然后就周围全部没有人，然后我的手机跟我的电脑开始就没有电了。然后充电站呢？去哪里看呢？需要你要到台北来充。所以你看，同仁，你应该开在机场嘛？有没有？而且屌丝，笔电也可以充。然后我开始想家，我就开始写歌词之类，然后我就开始默默的一个人在角落流泪。那要睡在哪里？我就躺在那个机场的那个坐大家坐的地方。天亮了之后才有人类出现吗？对，我看到第一个人的时候好开心哦。你确定我觉得我不是寂寞的一个人。这不是传奇。对啊。这天天也是这样吗？也是在机场过夜哭吗？没有，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回去多伦多，然后要再回来台北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大哭，是像暑假过完要回学校上课的感觉吗？有一种就是莫名其妙的恐惧。现在应该已经习惯了吧，台北的生活。对，现在已经习惯哭这件事情了，就是还在哭。现在还在哭，现在还会哭，还会耶，压力还是会很大。虽然你从荷兰来会哭吗？我只有地震会哭。哦，地震？荷兰没有地震哦。没有，你们有地震吗？有，我第一次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以为我很晕。雪梨也没有吗？雪梨没有啊。然后我看到桌上的水就在晃，我想说完蛋，地震。曹轩命来自火星，应该有吧？谁给你穿的火星啊？穿的不是某种外星人的火星吗？林允中 PK 李威不引抽，康永、陈伟哲当场刚上评审。爱到第几个人，听一听看一看是问号，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耶。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这么难的歌，然后他也真的把它唱到了，谢谢。可是林宇中自弹自唱哎，但是我觉得李维峰比较懂得比赛要的东西，所以林宇中才比较就是收放自如。收放自如，对啊。我们两天在跟别人吵架。今天穿着这个，然后坐那个出车来的。你不可能，真的。你坐计程车？对，你穿这个坐计程车。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是神经病一样。你不会穿这个在路上走吧？真的在路上走。然后来了以后，误解了台北的风格。我跟我一个那个朋友，他带着我过来，我们工作人员在后面那辆车来了以后，然后还没有地方，因为不认识这边的人，然后我们就在门口一直在那站着，路边的人一起看我，就这样。然后我觉得好吧，也就这样接受了。你为什么不到摄影棚再换上大哥服？因为他说时间来不及，所以我就在那个我们弄头发的那地方就把衣服换了。因为他这衣服，如果你头发弄好再穿上，会把头发弄乱，所以他必须要先穿好再弄。这应该从下面穿的吧？而且这个衣服本来上面还有一圈球，就那个专辑上面一圈球。对啊。那你今天怎么没带？那个戴上以后更像神经病。你那圈球有带来现场吗？没有，忘了。哎呀，所以后面还有一个那么长的一个白纱。哎呀，我好想看哦。人生啊。所以跟我讲的一样啊，是外太空的感觉啊。对，而且还有这个，他还会嘟嘴哦。真的。你要不要嘟给 S 看？我要看你嘟嘴。然后他背后那个你看到没？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对，因为他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纱。恭喜你，请坐。所以这几位当中呢，林宇中上次来也是跟其他发片歌手来的吧？是。所以中间你都没有来哎。对，空了一段蛮长的时间，三年的。还顺利吗？这三年？三年。对，我三年都在拍戏。你刚才走进摄影棚的时候，看到曹轩宾的服装的时候，你心里面的独白是什么？就眼睛睁不开，好傻的。你觉得他被唱片公司整到吗？我早上就看到了，我们住同一家酒店。他早上在酒店就穿好像有这么。你穿像在酒店的餐厅吃早餐。你是有多爱他？但是我真的敢，
我真的敢就是穿这个去吃早餐。林宇中，你中间三年去演戏，然后你又有机会出片了。哎，是，累积就是演戏的时间也是比较少写歌，对，然后慢慢累积了一张专辑，现在又发行。那林宇中先上好不好？好啊。OK， 请上台。不再烦恼泛滥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要拼到第几回合，能不能够不够我不知道，想一想下半辈子将过有点早，也许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再年轻一次多好。要爱到第几个人，听一听看一看是个问号，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也好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分手不算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重要，重要为自己烦恼。的心跳，人生不算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唱这么会唱歌去演戏，真的很浪费歌喉，不是吗？在剧中有机会唱吗？我有帮那个电影量身定做，然后也收录在我的12月6号发行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紫月亮》，一首歌叫《走错路》，都是帮电影量身定做的。是，对。好，我们给 Book 一个机会，可以陷害他旁边的那四位老师中间的一位哦。Book， 你从你旁边的四位 DJ 当中。选一位，我们让他来讲分数。好，你要选谁？哦，有 Sophia。好，你要选 Sophia。OK， 好。所以 Sophia， 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是刚刚的演唱。满分是10分的话，我觉得应该有7-8分吧。你有7-8分吗？还是我太严格了？是，而且七还是八？8分。好，8分，谢谢。因为他自弹自唱，然后我觉得自己又自己写的歌嘛，然后很投入在里面。等一下李维峰唱的时候，你也要给分哦。好，好，好，李维峰上台了。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见你，心又被后悔灼伤了。燃烧，泪是爱情的火药。请不要这样看我，我知道我已逃不掉，我已逃。很失望，对不对？对。照理说最后一个音他已经要破了，可是他又把它忍住。你当时有想到，就是真的很可惜。你干嘛最后那个音不就让它破掉了？不行，其实有一点紧张了，但有就是稍微把它忍住了这样子。就是很边缘了，对不对？还可以。就是我觉得第二次燃烧的那个烧字嘛，是不是？对，他最后一次唱那句话。哦，其实我上一次来康熙也是唱那个 I Believe， 其实练习的时候我觉得都还蛮顺利的，但是真的到了那个重要关头的时候就不小心，像这也是不小心差点破音。OK。可是你刚刚唱那几句那个燃烧的时候，后面的评审有这样，就是有谁啊？谁这样？就是那个戴眼镜的阿让跟胖胖。哦，阿让你有这样吗？因为我会怕。这首歌真的不好唱，是那种一翻两瞪眼的歌。所以你认为他快要完蛋了吗？没有，我是
在替他紧张，他看他到底可不可以上去。然后他后来有唱上去，我就觉得很棒。对，因为如果他没有唱上去的话，这首歌就毁了。对，对，因为那是一个每一个评审听这首歌很完整，非常完整，没有回避空间的歌。对，因为唱不好就再见，唱得好你就过关。Sophia 刚刚给林宇中八分嘛，哈 ，Sophia 8.5分，真的假的？获胜吗？你给的是励志分，不是真的分数吗？没有没有，就是觉得他挑了这么难的歌，然后他也真的把它唱到了。谢谢谢谢。可是林宇中自弹自唱哎，但是我觉得李维峰比较懂得比赛要的东西，就是他挑了一个是很能展现技巧的歌，那林宇中是选的是比较小品的歌曲，所以林宇中才比较就是收放自如啊。收放自如，对啊，当然两个人都很厉害啦。我们俩现在是在跟评审吵架。是啊。因为我们选了 Sophia，Sophia 决定多0.5分就0.5分啊。好。因为他的理由说不过去。你不要。不要干涉评审啊！不是海盗船，多零点五。我们让人家选的。好，听到了 ，OK。所以恭喜你啊，李维峰。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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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红人自弹自唱，小 S 的干涉评审给分。10分是满分的话，我给萧煌仁9分。想给十分就给啊！不是，他们前面讲了一堆好话，说我这已经是很棒了，我给9分。什么意思啊？那那一分差在哪？现在呢，接下来要让蒋卓嘉唱。好，那你要帮蒋卓嘉决定一个对手。GJ 以前在超级歌后站有跟林凡来唱过《千年之恋》，是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因为在座今天的发片歌手当中 ，DJ 声音，对，好低沉哦。超级歌后站。那因为在那次的印象非常深刻。那在座的今天发片，你戴的是泳帽吗？对不起。然后后面还有帽子。跳水的感觉，黄色小泳帽，所以怎么样？对不起，打断。没关系，我想点的是《天天》，因为我《天天》的花豹在我节目中播过一次之后，打到电台或者脸书上问说，刚刚那首歌是谁？询问度非常高，所以我想。所以你决定蒋卓嘉跟《天天》对不对？对。好，那蒋卓嘉先上场喽。好。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I designed this rhyme to explain in due time All I know Time is a valuable thing Watch it fly by as a pendulum swings Watch it count down to the end of the day The clock ticks life away So unreal I didn't look down below Watch the time go right out the window Try to hold on but didn't even know I wasted it all just to watch you go Kept everythinginside it, even though I tried it all fell apart what it meant to m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 I tried so hard it got so far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had to fall to lose it all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それ聽得出來很厲害。你剛才高興什麼？哇塞，他現場一開始他先錄了一個 loop， 然後他開始自己播。對，沒錯。播完之後，所以他就有和弦了，然後他就一邊唱，然後一邊彈 solo， 然後在現場做饒舌。是。然後最後他飆了一段，他想他應該是下一個 Eric Clapton 的台灣。哇，厲害。這麼厲害嗎？這麼厲害，繼續練下去的話。Will， 所以剛剛那個你給幾分？9分。9分哦，好。Underneath the starlight, starlight, there's a magical feeling so right. It'll steal your heart tonight. You can try to resist, try to hide from my kiss, but you know that you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deep in the dark. We'll surrender your heart, but you know, but
you know that you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no, you can't fight it, it's gonna get to your heart.先大概讲一下，因为蒋卓嘉唱的 Linkin Park 的 In the End 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大乐团编制的一首歌，所以应该基本上有很复杂的东西。然后我听到他选这首歌的时候，我替他很紧张。可是我刚看到那个版本，觉得是完全超乎我预期想象的一个编曲。可是甜甜选的 Leon Lemons 的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他的编曲上面的选配是完全跟原曲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这种大歌的选曲当中，你会听到原唱的影子很多会在你的脑海里面浮现，所以选曲方面、编曲方面的选择，我觉得蒋卓嘉的作曲的方法是我比较赞赏一些的。那甜甜以后在选曲比赛的时候，如果唱到这种大歌的时候，我也建议你可以多在编曲上面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对，会让你走出李安莱姆斯之外的自己的风格。哇，今天来之前完全不知道编曲也这么重要。很重要。好好，那我开始走创作型的，下一次。分数的话有差很多吗？7.5可以。好，7.5。对，因为他有带一些舞蹈动作。接下来，萧红人好。Arty， 帮萧红人选一个对手吧。我觉得一样是创作型的，我觉得，其实我今天。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唱得很好，所以我要用一种比较有特色的方式来挑。我觉得他们的服装呢，跟他能够匹敌的，就是来自外星球的逃生兵的服装比较能够匹配。一方面他们都是创作人了，了解了。对，我希望他们，其实他们演唱应该都比较痛风吗？不会啊，你怎么了？没事啊。哦 ，OK。对啊，可以哈。嗯，好，你要加油哦。好，上台。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房、那个的那扇窗口，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过得太快。来不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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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热情的日子里，生活的不分离，气傻傻看你。就要和你在一起，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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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柔情的日子里，生活的不分离弃。傻傻看你，只要和你在一起。是一出单人歌舞剧耶，起承转合。你为什么去烤虾？你干嘛？你干嘛开充电器的电呢？多，就好好弄音乐就好了。对啊，有现在开始弄音乐。你就一个人租个店面，然后挂一个绒布帘子，然后每次开幕就一个人演一整出戏就好了。谢谢。你本人的歌也是这么戏剧化吗？嗯，创作比较生活化。阿朗，所以10分满分的话，这个表演，是因为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我会先想到范晓萱的原版的歌曲。那因为范晓萱原版已经非常棒，当年还获得金曲奖肯定。
那我会有点替小龙有点紧张一点，可是他今天唱的更是男版的代表作，是对，因为男生好像很少人诠释这首歌诠释的像他今天这么好，真的。所以如果要给十分是满分的话，我给小龙人九分。哦，他现在如果给十分，那等下曹轩斌万一也很棒，他就给不出分来了。不是想给十分就给啊。不是他们前面讲的一堆好话，说我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给九分，什么意思啊？那我那一分差在哪？因为我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平手，所以我就先预留一分。平手啊！接下来说录音科技展现小孩子的线路请求。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仿佛还是昨天，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这套衣服，因为你穿了这套衣服会让我误以为你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结果他这么会唱哎，他穿这样还能唱成这样，真的很了不起。对啊，因为其实而且刚刚摄影机有一些镜头是拍他的大特写，然后后面评审就融入焦距以外，就有一种他一个人在外太空漂浮，跟着他搭在地球上听的感觉。其实本来我不太想选这首歌啊，但是呢，同事就跟我说，他说你还是要唱这首歌，因为大家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你写的这首歌，嗯，因为我写这首歌呢，已经是8年前的事情了，我就不想觉得好像一直要用可惜不是你，然后要灌输在我身上说啊，你看曹轩斌这8年了，他一直在唱这首歌，一直在说这件事儿，感觉好像我特别那个什么，我也是因为唱这首歌被大家很多人喜欢，但也因为这首歌遭到很多的，就是。也不能说批评吧，不会，我们很想听，因为 S 跟我没有听过你唱现场啊，
而且穿太空装唱这首歌，多诡异啊！所以其实他应该唱完，然后就掉钢丝就飞走啊。但专辑的风格跟这个衣服其实是搭的，但是我没想今天可能没关系，别担心。你在解释，你表演克服一切，所以不用担心。嗯，我觉得当艺人就是一个艺人的样子，但是唱歌的时候还是要专注在音乐的那个感觉。唱歌很要做到，嗯，谢谢，很棒。所以阿让怎么办呢？萧煌仁有唱出那首歌的个性，嗯，然后我们曹轩宾有唱出这首歌的那个情感的那个纠葛，嗯，所以我觉得歌艺部分两个人都是九分，但是我们曹轩宾他的服装真的太特别了，你要想象你在电视画面里面看到一个穿的非常外太空服装的非常前卫服装的人，他唱着一首非常动人的情歌，那画面是非常的特别，所以我会多加0.5分，所以曹轩宾9分。OK，好，谢谢，谢谢，两位都很棒。所以我今天是赢在那个造型上了，你今天造型打败所有人了。我觉得你今天挂那个泡泡就可以得10分。如果你把球带来，你就10分。对对对。我就说吧，我说让我助手把那个拿着，然后我助手说曹老师那个真放不进去，特别大，你知道吗？就一团。他会转吗？不，要是能转的话就更劲爆。下次唱要让他转，他就绕着你的头转，放点灯，然后还能亮。很好，挺很高兴听到你唱。谢谢谢谢谢谢你。好，我们还剩下一组，哎，就是季夏聪，等下唱完，脸书会增加一点人吗？希望会。有在回流。所以季夏聪，你必须要跟王诗安一组哦。好 ，OK， 那季夏聪，你先上台了哈。好。再重放出来，再关掉就没有了。可是可以，其实给每个人录一句，可以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你要去玩吗？啊？现在录吗？你要讲明年吗？你要讲什么？直接发出声音就可以了嘛。十分钟的恋爱。比如说，我直接放，比如说，我就，感觉重复了，然后帮你按。啊。按了才，按了才录。啊。是硬件的声音。5、6、7、8。有吗？没有啊。哎，来。要按。我要。我按好了。好，让我按。5、6、7。哎呀呀！啊，可以比较快。做一个出来，对不对？现场录，现场放。哎，我不懂，你这是耍诈哎！因为他就只是带了一个新潮的东西来现场炫耀而已啊。可是很好玩啊，我们就没有玩过这个啊。可是这就没有，这就是有他就赢啊。杰西很厉害。可是这小叮当的法宝，这个是现在大家都会的吗？
就是因为我常常去出国的时候，我就会在把一些灵感录下来，然后等于是同时我就可以，因为我自己做编曲嘛，就可以自己做鼓、做贝斯、做一做，然后写一首歌在里面，然后把它用手机录下来，所以我回台湾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做出来，算是随身。你这个算是科技展览呢。那所以我应该要穿曹玄彬的衣服。不是，你觉得跟我们今天的歌唱比赛比较？哦，我不晓得是歌唱比赛。没问题了啊，很有趣的表现，谢谢你，谢谢。王诗安独特唱腔获得一致好评。If you keep on treating me this way, over, over, impossible, baby. If you're making it this way, this way. 没料到这种声音，它里面竟然藏了这样子的声音，真了不起。谢谢。很好听，能伴奏的。就不错，那你唱功来讲的话，给他稍微高一点，有点高了。康熙来了。最后一个给真的老师一起来决定吧，你要找谁来？那就请那位舅舅好了。大哥好。这个表演你会给几分？基本上我给他的九分。九分。因为在这种就是他整个的这个节奏抓的，还有他整个对于这个音色的掌控，虽然他没有唱太多歌，可是他整个这个节奏的那种感觉，然后一个一个他知道下面应该加什么样的东西，对，对，所以很笃定哎，对对对，他非常的清楚。那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就已经是值得非常值得肯定。是啊，很厉害。好，所以呢，跟你对抗的是王诗安哦，诗安上场吧。好。It's impossible to love you. If you don't, let me know what you're feeling. Yeah. Ooh. It's impossible.藏了这样子的声音，真了不起啊！恐怖，谢谢，很好听，怎么办就怎么办，就不错，真不错。王诗安唱的其实真的很棒，他整个真假音的这个切换 range 做得很漂亮，而且他的声音，我觉得最重要是歌手当中那种 soft 软性的，而且让人觉得很贴心。最重要，我刚刚仔细听他的尾音，好细腻，对，就是结束的时候非常细腻。嗯，然后前后段的感情，他有做一些分别。这点很棒。那以唱功来讲的话，给他稍微高一点，9.5分。9.5。对。所以以后大家谁的那个店面比较空的时候，只要找季家松跟萧红人去，就会很满哎。对。他两个给你装满，整个歌曲。怎么不再开店了？对啊，音乐很棒啊，就是好好做音乐，很值得做。好，今天大家都很棒哦，谢谢你们来康熙。